欢迎在地优秀艺术共同创意办事为这场活动开张，这也代表欢迎国际员工戏剧就要正式开始。说到布袋戏，当然不能忘记你这位国宝级的大师。今天来到现场，为你四面五蒙，稍等你，咱是世界的五戏剧，非常热烈。大师现场来一段口碑，让很多人想起了看布袋戏的回忆。过去的偶戏加入现代元素，更加让少年人痴迷。歌王黄山亮和 coser 演出，让大咖少年人无因去上流量。个人公司者有传统有创新，让大叔和歌王愿意出席上庭。转型创新国际化，这就是咱的政府所在的要求，也所在的辅导，也所在的推广。所以吴俊良非常感谢。我来几年了，来几年到啊？每一道来，拢有无同款的感觉。对，但是咱这个后背作为这个布袋戏的故乡哈，我觉得是越来越国际化。基本第十一届的国际音乐戏节，年年拢有无同款的主题，最重要精神都是团结。首先要谢谢我们的家长，因为恁肯把囡仔带来时吼，馆长咧办国际舞戏节，咱才个还佫较有气力。囡仔咧看布袋戏，啊囡仔咧看舞戏的时候，他的人生的话就开始展开吼。十月五号到十三号，国际舞戏节将伫布袋戏馆和昆林故事馆展现国内外优秀团队的专业。为的是到暗时，民众拢会当欣赏到江中歌手的精彩表演。记者林依林采访报道。